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家角南昌站回洗分行 Lily。 今次要跟大家介绍的单位是位于屯马线东涌线南昌站上盖由新鸿基发展的大型屋苑回洗，基座有大型的 WeWork 商场和南昌回街市，无论在交通、购物、饮食方面都非常方便。今次要跟大家介绍的单位是3B 座，实用面积是363尺，极高层，可以望到海景的一房单位。事不宜迟，而家即刻上去跟大家一起参观啦！大家看完这个单位，如果有兴趣或者想了解其他屋苑，欢迎随时联络我回洗分享 Lily 查询啦。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